中方一贯认为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及地区倡议应顺应大势，合乎民心，应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，而不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，损害地区国家互信与合作。你提到的四边机制充斥着陈旧过时的冷战零和思维，军事对抗色彩浓厚，有违时代潮流，注定不得人心。